大家好，我今天的杜志言，我是二级幼儿家庭，我叫段乔总，我要为大家讲一个追兔带跑。有一天，小兔子走啊走，然后乌龟也走啊走，正好他们遇见了，然后小兔子说，你的腿怎么那么短呢？要不要我们来个追兔带跑啊？然后乌龟说，我才不要呢，我走呀。然后兔子说，乌龟兔在外面玩，回不到家，慢慢爬回家，慢慢滑回家，正蛋的家门还不回家。然后小蚂蚁来了，套住了小乌龟，然后小乌龟大胆刺激啊，然后小乌龟说，我们来开跑呗。然后爬，你看见那个树没？我们就爬到那个树里，那样就赢了。好，一二三，出！兔子早就跑得很远了，走了一半路，看到乌龟走得那么慢，我就想追上。然后他回头一看，乌龟还是走得那么慢，他又追呀。然后一看，乌龟早就不见了。然后在前面一看，乌龟早就跑在前面呀。然后兔子好快的跑，然后乌龟也正义呀。谢谢大家。